好，房脊194这个房脊，好，房脊入我们经方，市面上有汉房脊、木房脊，哦，还有广房脊，很多说明，我们使用是木房脊，啊，啊，前一阵子说，哎呀，这个有这个马兜铃三什么样，好，马兜铃本来就是中药，好，那广房那个汉房脊里面就也有含有马兜铃在里面，马兜铃呢本身这个中有个中药就叫马兜铃，那汉方剂里面也有马兜铃的成分在里面，但是毒的。我们使用的是方剂，是木方剂，木方剂没有毒。好，那味道是辛辣，好，辛能散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辛辣的东西能够发散。好，那最主要是通腠理，通肌的肌肉，好，腠理就是还有九窍。你看第140页。他说：“这个产地呢，我国四川、陕西、贵州有汉方脊、木方脊，哈，我们使用的是木方脊。那这个它是药性是寒凉的药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对热性的疾病，哈，比如说全身突然发黄疸，严重急性的黄疸是热症，膀胱小便刺痛也是热症的，哈，它是通利膀胱、利小便的主要的药。”能全身行全身的水，好，同时泻湿热，下焦的湿热，专门治水肿淋病，好，所以房脊非常好用，好，诸位看房脊长这个样子，好，长成这个样子，好，它的中间是，你看它那个它的颜色，中间是白的，好，旁边是黄的，叫做房脊，好，那这个。这个唐龙川呢，他说这个能够去湿热，好，因为它是苦辛苦，味道是苦味的，好，辛苦能够降，它文如车轮，好像车轮一样，有没有？所以才能够外行腠理，内行三焦，通水气，好，这解释的很好，好，那经方里面用房脊，啊，用房脊用的这个排水啊，利水，好，消风水用，啊。很用使用的张仲景是选用方剂，好，那药蒸呢？他说煮治水，好，这个时候老师很多处方在里面，我们的治水的药很多，我们怎么选用？经方我在讲方剂的时候，好，讲方剂里面的经方就是绝对处方，那这里用方剂，那里用泽泻，这里用猪苓，那里不用猪苓，为什么？它有原因，所以说。你看现在看到很多利药利那个都能够消水的药，对不对？老师什么时候用什么，你不要怕。等我开始讲经方的时候，非常明确，规定的非常明确。所以那本书掉了很可惜，那个药胎炉药录那本书掉了很可惜，一定弄得很清楚，不然张仲景怎么知道？好，那所以在经方里面的时候，遇到各种不同的水症水肿，有各种不同的消水的药。好，所以到时候你们不会弄错，到时候反正都是消水的，但是防己跟猪苓一定不一样。好，跟茯苓一定不一样。好，不然我们为什么这样分开来用？好，所以刘元素说，你看那个治那个140页正中间，刘元素他说房脊治中下焦湿热，好泻脚气，行十二经，好，几乎全身性的水肿，房脊能够把它从泻出来，好，能够泻出来。在我临床上看的时候，我常常使用房脊来泻三焦系统，好，所以胖的人我都用房脊，好，一泻就受掉了，嗯，胖的人那个三焦之间油内脏之间油比较多嘛，啊，我用房脊，好，把油黄油清出来，好，对，嗯，诸位现在学到了，我现在试开个处方，好，你想想看，比如说有一个人呢。老师，我要太胖了，胃口非常大，我就一天可以一餐吃好几碗，常常一直在饿到的，然后又很胖。我们要把它这个药下去啊，欲望连吃饭的欲望都没有，饿也不原来是看到饭无法克制，对不对？那个好像吃很多好几碗饭，吃完这个药欲望都没有，容易一直跟着瘦掉。这是一般我们最常用的减肥方。好，你现在学到这样，你已经可以开得出来，因为这个药我都讲过了。好，第一个石膏是。白虎嘛，它是助阳明经热的药，所以石膏是很寒凉的药。你一下去的时候，如果说三钱没有，三钱是刷刷漱漱口的，对不对？
啊，你就说老师，我改三秒，不很大，一吃下去胃马上缩小，马上因为胃很热嘛，突然遇到寒，嚓缩小，好，缩小了以后，那一点欲望都没，看到食物就不想吃了，好吃两口就饱了，原来非常喜欢吃这个，欲望都没了，好，那胃的速度缓，那个缓下来，哦，啊，我们知母那个去热，哦，加一点知母去热，他说老师这个房脊在这边，对啊。房脊已经很胖，对不对？我们加点多加点房脊，来把里面删掉油，里面水排一排。因为你一不吃东西以后，身上会积水啊，好、哦，身上会累积水，很好玩。你平常吃你还没什么，变得很杂食，你突然瞬间没有胃口了，没有胃口，身上会把水释放出来。这个时候你那个身上会虚胖，就是你用房脊把三焦系统的水统统清理掉。好、哦，来一点茯苓，茯苓本来就是白色根部的，能够利。肝胆肾湿的药，所以说能够把多余的水分也给它剃掉，肌肉里面的水分给它剃掉。好，下药。那你说老师，这个，哦，这个下面这个肾脏里面、关节里面、四肢上面水很多，对吧？通通加进去。好，我们把泽泻可以利全身的水，那减肥处方就出来了。就这个人吃下去一定是胃口大减，食欲没有了，然后不断的去小便，看出来没有？不断小便。老师，如果他的大便秘很严重，那你可以加点大黄，对不对？大黄加个2000。如果这个老师他便秘还好，只是偶尔一下不通啊，加个麻子仁润肠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他睡觉不好，这个人睡得不深，那能晚上常常做噩梦，因为以前被吓过，酸枣仁啊，酸仁收他，能够练收敛他的心神，处方就这样来的。哦，这一记下去人就受掉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没有讲经方呢，这是你一般你现在学到了哦，老师我现在会配了，算几张？肝胆胜利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你弄不好，你不是我们开处方不是面面俱到的，你开个处方你忘了利尿，你知道他受到胃口没了，胃口没了以后他开始积水，人会积水啊，因为你没有吃东西啊，好。这只是我试开一个给你们看，好，试开一个给你们看，好，所以房脊呢是我们常常用的利水的重要的药物，好，利水的药物，好，所以说这是一般男女都可以用。那你说，如果说女人妇人积水，你现在学到啊，泽兰可以，对不对？好。